叶红，该你上场了。好嘞。叶红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。年度美贼。Girl is so beautiful animal。不以冷艳的那种方法去演。陈小宝。传说中你除了是处女座之外，还是个处男。跟我以前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。少说话，多做事啊。他会变化很多，比如说短头发、长头发、戴眼镜、不戴眼镜。想和我交个朋友吗？我不缺朋友。很美，很漂亮。是我，查理，想跟你约做专访的时间。明天。好。我没空。那中间那段就是非常敬业，他的戏非常准。转这里的时候。一个很好学的人。戏里有一个舞会，学习舞蹈的时候很认真。非常生动俏皮，每一次看到他觉得很轻，有点留人了啊！等等，来给你推下去了，很有现场的灵感，很快的会把自己的情绪调动起来。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选择的。我们两个的相处在电影里是有一点像的，平常在现场也玩的都很开心。他才丢钥匙，那边这样。你要这么积极吗？是现在练到自己怎样？舒淇就是这么一个，你看到越成熟，它的味道越有。我让你给我做专访。